超级快递，游戏规则说明：来宾及六位队员一字排开，手上各持有一个板子，由第一位将软棒球放在板上传递给下一位，依序传递到第六位并放入桶中，六十秒放进较多支队伍得一分。超级快递，我们这一关呢，我们加入了我们左左右右进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是右右，对，有没有信心帮他们得分？有，可以哈 ，OK， 可以，好 ，OK， 请就位啦。超级快递，准备好了没？好，请倒数，三、二、一。加油，一分钟哦！好，传给姐姐们，姐姐很棒哦！一分钟哦！很好，很稳，非常棒！给哥哥，哥哥稳稳的放进去。好，再拿球，又拿球，很棒，很棒，好厉害哦！保持这样的状态，非常非常棒！加油，很棒哦，哥哥很稳哦，瑞贤很棒！好，再拿球，加油，加油，稳稳的来，来，稳稳的来，加油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对，再拿球，拿球，第四个了，加油，好，好，再拿球，再来一次，加油，加油。哦哦哦！接的好漂亮哦，你们！加油加油！稳稳的放进去！拿球！拿球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倒数二十秒！加油！好！再拿球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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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场倒数！厉害球就是好打！起！加油！加油！球不能掉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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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球，结算成绩了，两个，四个，六个，成绩六颗，不错不错不错的成绩了，好不好？明传国小加油啦，攻守交换。好的，刚刚我们的佑佑已经表现完了，现在换左左了。佑佑，你觉得左左可以进几颗？也是六颗。你觉得你会进几颗，左左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好了，看你表现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是六颗，你们加油哈！好，超级快递准备好了没？好，请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零失误，太厉害了！刚刚是六颗嘛？对，两个，四个，六个，八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太厉害了！有史以来最高的。其实六颗已经很厉害了，对，没办法，遇到怪物了。关键密码，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队包含主持人共派六名代表出来对战，由关主设定一个数字，两队依序轮流随机喊出1至99其中一个数字，主持人会依照喊出的号码逐渐缩小范围，一旦喊中设定号码，该队即算失败，由对手获胜。哦，厉害啦！你就好紧张哦，因为我要去玩了。真的吗？谁先出题？你先出题。好 ，OK。好，那你先就位，你先就位，不然你会知道答案。交给你们。好 ，OK。好。现场眼睛都闭起来。你来这边。
请睁开眼睛，关键密码第一回合，我们有请三名国小第一棒的同学请就位。上。一到九十九。六十七。Pass。一到六十七。二。Pass。二到六十七。五。Pass。五到六十七。十。Pass。十到六十七。六十五。Pass。十到六十五。六十三。Pass。十到六十三。二十三。Pass。二十三到六十三。二十四。Pass。大家好小心哦。二十四到六十三。二十五。好坏呀。Pass。二十五到六十三。六十。Pass。二十五到六十。四十五。算你绝。Pass。四十五到六十。五十八。算你狠。Pass。四十五到五十八。五十。Pass。关键了。四十五到五十。哇，四十九。Pass。四十九 Pass， 哇，四十五到四十九。呜。四十五到四十九。四十七。啊！你把这个局给玩死了。Pass。啊！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只剩一个了。四十七到。四十九，四十八，四十八，四十八，冠军！好会玩哦，你好会喊哦。正确答案就是四十八啦。啊，太厉害了，四十八。谢谢文德国小，三名国小暂时领先，暂时领先。哎，换边进攻，我来。好了，现在是我们妮娜来出题啦。同学们眼睛请闭起来，国彦君眼睛闭起来哦。来看看是多少哦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关键密码，请开始。一到九十九，五十。啪！厉害，有种。我那个想。一到五十，三十 ，pass， 三十。下一位同学，一到三十，三十三，一到三十，你累了吧？一到三十，你喊三十三，你叫我作何选择？你跟外面的人在玩啊？一到三十啊？你个幽默感呢？一到三十。三 ，pass。三到三十，二十五 ，pass。三到二十五，五 ，pass。五到二十五，十五，十五，十五 ，pass 就是你啊！哎，我都还没有玩到。五二十五，我想说，根本就十五嘛！你真的很棒呢，彦君哥哥都不用上台呢。我好紧张，我的情绪快要到了。不过而且你别让他上台，因为他会五到十五，他会讲三十三。十五，三名国小厉害，三名国小厉害，就是十五。圈圈叉叉，游戏规则说明。
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回合各六人，由主持人出题，若觉得选项是对的就跳到圈，若觉得是错的就跳到叉，答错即淘汰，最后存活下来之队伍获胜。圈圈叉叉，好的，各位同学，前面是圈，后面是叉，记得要听我的题目是什么？我们的题目就是下列哪些是四只脚的，而且记得哦，是这个脚，不是这个脚，好不好？是落地的脚。对，好的。乌龟，哎，思雨，你觉得乌龟是几只脚？说下去都看不到脚了，对不对？那乌龟如果遇到害怕的时候，所以脚都缩起来，伸出来，伸进去。好，掌声鼓励。好棒哦你！所以你看他刚刚乌龟几只脚？四只脚。没错，四只脚。很好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先回去休息喽。拜拜。很好，我们的一人示范做得很好。一人不要这样麻烦你，如果有人错的话要教他哦。那待会有什么动物就请他帮我们示范。是的，下列哪些是四只脚的？乌贼、乌鱼子、麝香猪。耶，你知道什么是麝香猪吗？猪，这是猪，这是猪的一种，这是一种。你会演猪吗？会，会。那可以给大家看看麝香猪长怎样吗？猪，这样会很吵的。没关系呀，你们没害怕。好，我们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只要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麝香猪是怎样？小孩的可以看，哦，小孩可以看，小孩，小孩可以看，大人不能看。然后麝香猪怎么走路？看，走看，头科，所以是四只脚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麝香猪是四只脚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以下哪些是四只脚的？蜈蚣，蜈蚣，关公。关公啊，差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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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斑马，斑马，海马，啊，吴宇森。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什么是海马吗？知道。那你会演吗？你告诉大家什么是海马好不好？哦，他没手，然后身体就像这样子。哦，对。那你告诉我，那他怎么走路？可以告诉大家一杯，开始。哦，很好。这是什么？海马。很棒，这就是海马哦，棒棒，只有一只脚，它只有一只脚，像尾巴那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只有勾勾的东西，勾对不对？对，好的，很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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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现在吴宇森，不好意思，请回。谢谢吴宇森，谢谢吴宇森。下面哪些是四只脚的？海龟、海星、海豚、鳄鱼、斗鱼。水牛、吹牛、蜗牛，啊！蜗牛，啊！怎么样？不是，因为我想看他演瓜牛。哦，你想看他演瓜牛？对，我要演看瓜牛。他的样子像这样子。哦，像这样，然后呢？然后他的他会蠕动，他只有一个，他每脚只有一个滑滑的油油的东西。滑滑的，他的黏液对不对？害怕的时候像哦，也会缩起来，在他的壳里头。那他如果开心的时候会被？那如果他要走的时候怎么走？压力爆大。很好，好神哦，好聪明哦，掌声鼓励。完了，你的粉丝今年可能会破1000万人的，太可怕了。上面哪些是四只脚的？梅花鹿、长颈鹿、忠孝东路、蟑螂。啊！蟑螂。啊！不知道，要问他了。你会演蟑螂吗？世界上最难的一只，最难的一只，很好。世界上蟑螂，蟑螂，蟑螂，很难很难，我知道很难。哦，蟑螂，它有六只脚，我只有四只脚。好的。所以我们的旅程淘汰，恭喜人外国小暂时领先。
边发球。好的，这个回合呢，我们的伊恩呢已经加入我们的竞争团队了。是。好，这一题的题目就是绿色的东西。请问，毛豆。哦。红豆。四季豆。个。青椒。青花瓷。青苹果，好，停，不要动。青苹果，好，停，不要动。要说青苹果的，不准动。青苹果是绿色的，嗯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跟你再见，谢谢。走吧，来，没关系啦，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？加油！啊，我会的，你不用加油，因为我已经被淘汰了。好，来，麦精灵，你来。请问以下的答案何者是绿色的？椰子、野果，好，停。冬园，野果是白色。野果是白色，不信你问伊恩。椰子里面，野果是白色的，里面是。野果是白色的，野果是白色的。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说三次。野果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谢谢。请问下列何者是绿色的？足球。球，网球，高尔夫球，蔡依林，空心菜，地瓜叶，锹形虫，秋葵，哎呦，吴景玉，你知道什么是秋葵吗？就是吃的很固味的一种青菜，然后切开剖面很像星星的那种。它是绿色的。对，它是绿色的。OK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下列何者是绿色的？自由女神。你有去过？你有看过自由女神吗？绿色的。那你为什么知道它是绿色的？刚刚讲是绿色的。其实自由女神。它是绿色的，对，很多人都觉得它是白色，其他是绿色。九九乘法表，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，由上家出乘法表中的题目给下家回答，下家回答无误后，继续出题给第三家回答，以此类推，同队累积三次错误，该队一段失败，由对方获胜。欢迎来到。天哪，快融化的声音了。OK， 不过我们现在是在比赛，非常非常的紧张，好吧？同样是六家国小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我就要来喽，开始。哎，九九乘法表哇，三四。九九乘法表，六七。九九乘法表啊，十二。九九乘法表啊，七六。七六。七六，五十呢？七六是四十二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的国际名模乔治亚为您带上您的第一罐维他命。七六是四十二。四十二。四十二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跟他说加油，好可爱哦。谢谢乔治亚。OK， 下一个换你先喽。OK， 好。啊，九九乘法表哇，三四。二三应该是六哦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二三六，好，答错，来来来，谢谢，小姐你好忙哦，慢慢吃哦，不要吃太快哈，一蓝一红，好的，手借我一起来，答错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一三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七四十八，九九乘法表啊，六。九九乘法表啊，五六十五，九九乘法表啊，六六，三十六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七八。记忆力不好，吃维他命就有。OK。蓝队三位同学已经吃两罐了哈，如果再吃一罐的话就再见了哈。好的，手借我一起，换入对杠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三四，十二，九九乘法表。
来，四四是多少？十六。四四十六嘛，对不对 ？OK。哎呦，两个红的。两队都已经两冠了。是啊。王佑，换你了，换你先了。手借我，预备，开始。啊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啊，九九乘法表，哇，三七。九六多少？大声告诉我。九六五十四。五十四。奇怪，你怎么好像去泰国玩刚下飞机啊？萨巴迪卡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恭喜我们的蓝队暂时领先。其他上。第二回合的九九乘法表，大家准备好了没 ？Yes。借给我五六七八九九乘法表啊，四三十二九九乘法表啊，七八九九乘法表啊，九七六三九九乘法表啊，二三六九九乘法表啊，一八八九九乘法表啊，六五六五十五六五十五六五十五，到了。是三十，六五是三十，没错，对，可以可以。可是呀，我们再跟米奇姐姐说，加油，好可爱呀、哦，那么回去。好了，我们从前面第一个开始了，成员开始了哈。五六七八，啊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三一三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九九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九三。八四九九乘法表啊，二三六六乘法表啊，七七九九乘法表啊，七九二三六乘法表啊，七八九九乘法表啊，九三九三九三二十七。好，所以现在红队有一罐维他命，蓝队也有一罐维他命，加油啦！手借给我，五六七八，九九乘法表啊，八五四十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三七四十一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三九四十八，三九四十八，九九乘法表，三九是多少？你多一，三九二十七，多了一。所以送一罐，对，三九二十七，九到二七，不要紧张哦，我要从陈玉开始喽。好，手借给我啊，五六七八，九九乘法表啊，四五二十，九九乘法表啊，八八八八哎呀，好可爱哦，而且一心姐姐好可爱，一心姐的表情是啊啊就没有了，所以现在蓝队得到了三罐。维他命，我们没了。人体坦克车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以坦克车履带的结构前进，跨越障碍物后抵达终点。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两分。欢迎来到人体坦克车！砰砰砰砰砰砰！上一回合呢，我们的绿队呢有获胜，所以呢，他们在这个关卡可以选择机会跟命运。绿队，请选择。命运，确定不换？好，老师，到底命运是什么呢？请公布。完成时间扣一秒。哇，那记得先扣一秒哎。对，如果说二十秒的话，我们的成绩就是登记十九。不错，还不错。红队同学，那我先过去了，好不好 ？OK。红队同学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老师，请倒数。
神经公布，20秒02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好，下一组请预备。接着蓝队上场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人体坦克车蓝队即将登场，请倒数。后面奇瑞在后面有点像舞龙舞狮的感觉，那个思维好不好？成绩公布，26秒42。接下来换我们的绿队了，绿队呢已经先扣一秒了，好不好？对，绿队请登场。绿队上场，请倒数。相连游戏规则说明：越位队员需排成一横排，手牵手相连，将两个相连的呼啦圈运用身体投入脚出的方式，从第一位传递到最后一位，来回各一次。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2分。这个单元是新手相连播。太可爱，太可爱了！他现在什么话后面都要加啵啵啵啵啵啵啵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天母国小跟我们永和国小相差2分。嗯，永和国小如果赢了我们天母国小的话，就平手，好吧？艾瑞克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今天，你今天表现非常非常好，你的电影我一定会去看。准备好了没？好，好，请牵起你们友谊之手。加油。好。永和国小心手相连，请倒数。46秒95，非常非常的快，真的不错。现在压力在天母国小身上，好紧张哦，好不好？天母国小预备，46秒95，天母国小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练习的时候最快多少？44秒。OK， 不要失误，慢慢来，应该都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很重要的2分。永和国小在为你们加油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请牵起你们友谊之手。46秒95，希望你们能够突破。心手相连，天母国小，请倒数。3、2、1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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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九五。哇，我不，这是我手按出来的成绩吗？你用手。你们现在赢两分吧？对。总成绩报告。多少？46秒85。老师点点名，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队包含主持人，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回合各六人，主持人会随机点人数，点到多少人数就需站起来多少人，但必须依顺序站立，若点到没站起来或者误站的同学即缺席一支，同队累积三次缺席记录，该队即算失败。上课啦，同学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坐下。很好，我们这个学校算是生意非常好。是。每一个礼拜呢都有新进的同学。没错。所以呢，每一个礼拜呢，我们都要来重新点名一次。好。老师才能够加深老师的记忆力。好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老师很奇怪，每次点名都要有音乐。老师音乐来吧。啊，老师点点名呀！啊，学生有点名啊。三名要，一名要，两名要，两名要，三名要，一名要，两名要，四名要，三名要，三名要，五名要，啊，五名要。子桓是哪个同学？是哪个学校来的啊？子桓是育英国小淡水。淡水育英是吧 ？OK， 欢迎你来加入我们学校。OK， 好，老师音乐继续来吧。嘿，啊，老师点点名啊。啊，学生有点名啊。三名。要。五名。要。两名。要。三名。要。三名。要。很好。一名。要。一名要，六名要，一名，三名要，四名要，啊，四名要，啊，又差一名。好，育英国小来的同学，欢迎你。哎呦，我们红队已经有两名缺席了。是啦，那只剩你啦。对啊，我会加油的。只剩你啦。嗯。好，老师音乐 go。啊，老师点点名呀！啊，学生有点名啊。三名要，两名要，三名要，四名要，三名要，三名要，五名要，六名要，一名要，加油！一名要，加油！加油！不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，真的，这是意外。欢迎你加入我们总动员学员 ，OK。同学们下课了 ，OK， 恭喜我们的枫树国小暂时领先一分。好了，听说下一堂课也有同学要来点名了，那你们先回吧，下一堂课上课啦。好的，换老师上课啦。同学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同学加油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嘿。啊，老师点点名。学生有几名呀？六名。有。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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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。有。六名。有。你真的很坏，你真的很坏。同学。没关系，老师。你会先去复健科。老师，我听你话。OK 的，我是第六，你是一哦。OK。两名。有。四名。有。四名。有。三名要啊，三名要啊。老师还有多久要下课？我膝盖不行。老师才刚刚上课。好，好的，加油哈，从头喽。OK， 嘿，好。老师点点名呀。学生有几名呀？三名要，三名要，四名要，一名要。一名有，两名有，一名有，四名有，五名有，有。怎么了？一名，四名有，三名有，哦，三名有，哦，也是我们女生没。
没关系。戴这个也很漂亮，这是最新型的项链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要不要戴三个一次？我不用不用不用。真的吗？不用不用，因为我不习惯戴项链。哦，那你可以爬起来快一点吗？哦，我尽量喽。哦，你不要每次都我啦。老师要点名喽。嘿，老师点点名呀。学生有几名呀？两名。有。两名。有。两名。有。四名。有。一名。有。三名。有。四名。有。四名。有。五名。有。啊，五名。有。啊。还好你没有站，不然下一个又是我要站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他很感谢你，因为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下。人家同学都是站起来一起用，你是站起来，用。这椅子太低了，我以后可不可以用那种高脚椅就好了？比手画脚，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队员轮流上场猜题，共玩三回合。主持人看电视墙上的题目比动作给提示，再由同学与队长合力猜出正解。限时60秒，看猜对几题。三回合加总答对题数较多之队伍获胜。比手画脚 ，OK， 在这个单元呢是2分啊，现在目前呢是2-3，泸州国小。暂时领先，所以你们这一关一定要赢。如果没有赢的话，你们就可能会被反败为胜，逆转胜，就逆转胜了。OK，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派出是的，是我们的阿芬。可分对，可分。我来比，我来比，我来猜，你比，然后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同学一起猜。对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比手画脚 ，Round One，Let's go。3个字，3个字。比我中心，我中心，他心里，他脚的防住，放住。答对。3个字，林峰。答对。这题的答案难吧？恭喜你们！几题啊？七题。七题，怕了吗？你歇斯底里蛮可爱的。而且怎么有？哎，怎么样？什么事？哦，他说你跟他换，他要比。你不要冲动。那我们示范一题好。好好好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还是不认识字？有几个不会？几个字？5个字？超级总动员！大怪兽动员！哎，等等，停停停，你写票没啦？你还没票啊？我是不要出那么难。哦，不要出那么难。老师，我们给他两个字的答案，好吧？两个字，好不好？两个字。好，请出题。简单一点的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下。我叫你这不是打球。两个字，拳击。你可以说话，你可以说话。搏击、打击、泰拳、太极、这是什么？很有名的打鼓。哦，叶问。答对。啊，对不起，因为他一题花了15秒。他是叶问。好，你叶问，你问。好，等下放学我跟你玩哈。哎，对不起，你忙你的。啊，我忙。啊，对不起，Round two go。好，计时60秒开始。三个字，走，快点，继续。一题。三个字，后羿，有3个字。星，正月，这是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，好厉害。两题。三个字，他也是一个，是名胜古迹，名胜古迹在国外。答对。答对。三题。三个字，一种狗，好吧，一只。虎头蛇尾。
算了，七题，现在目前答对十四题了 ，Round Three，Let's go。亲爱的，比赛有规则的。亲爱的，你这样岂是为难我吗？第三回答对五题，总成绩19，总成绩，总成绩19题，掌声鼓励。龙浦国小就位。好的，谢谢大家在台上鼓掌的是我们的可发，特别是我们的燕君哥哥，还有我们的心灵，加油 ！No problem。我们要超过19题才可以得到2分，好不好？怕我们可能第二 round 就结束了哈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可能第二 round 就那第二 round 就21题了。哇塞，最好帅，天剑哥，很好，很有信心。60秒，老师计时开始。三个字，形容很凶的，一直骂人，一直骂。电风扇，对，很凉的。风，对，这是风扇。不是，对不对？他有眼，我有开心的眼呐！我来比了，你回去。其实我觉得你们都不用玩了，因为你们60秒答对一题。那刚刚不要算了，那不好看，你不要播、啊。怎么可以？我们就刚刚最精彩，会剪成预告。好，我来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哦，虽然你很快，就像一。像什么？就像60秒答对18题。哦，60秒答对18题。谢谢你，全世界都不看好你，只有你看好我。我答18题。只有你看好我。60秒答对18题。真的，谢谢你，抱一下。抱一下。可以了。换人比，换人猜之第二 round， 燕俊哥哥，请加油。加油加油。燕君哥哥这下火力全开，急起直追啦！最近他们有可能追回失分，与芦洲国小争高下吗？哇，它是一个卡通龙，它是黄色的。
黄色的。好，四个字，我们做一件事情做到中间就不做了，这叫什么？半途而废。五个字，全团跳跃舞步，那个是谁？是谁？不是蔡依林吗？好，下一题。一二三四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做每件事情都非常的小心，都非常的。好，前面两个字是一样的，前面两个字是一样的。好，我要跟什么？不要。好，不要。OK， 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是不，不要，不要。这什么？回应。好，下一个字。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一个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，可以非常有名的东西，早餐店有啊，面包店有卖，面包店有卖，面包店有卖。几题？六题。六题加一题，七题。你们接下来要答对十二题，可以十二题哎，还是平手，好不好？十二题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说。第三 round， go。很好，老师音乐，请聊，请下。你有什么要问？三个字，一个。我咖喱胸后的高，叫什么团？什么团？啊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四个字，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有没有？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来，但是它头跟尾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叫什么？四个字，四个字。舞蹈字。OK， 第二个字是，第二个字是。脸。然后我们的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。花。花花，第二个字花，第四个字是。实现。好，你画节目，跳舞。好，四个字非常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，有点辣辣的东西，有点辣辣的东西。第三个字是，第三个字是。OK， 第四个字是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大大。妹妹，尖尖的东西，尖尖的东西是什么？尖的东西，尖的东西。尖的。这个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太难了。跑跑大连线游戏规则说明：每回合派出四名队友，两两一组，绑成两人三角，轮流将三颗沙包放到终点的九宫格中。若沙包全数放完，则采取移动沙包的方式，最快在九宫格里将沙包连成一线的队伍即可获胜。欢迎来到。就是跑跑大连线，好累了。好，请问一下同学准备好了没？ Yes。有三个沙包连成一条线，你们就赢喽，争取时间喽，好吗？好的。好的。一是真的假的？记得一样。请倒数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加油，很好。加油，加油。好，没有。来，回来，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希望呢，我们队友呢可以互相扶持，好不好？如果有队友受伤，不要硬拖。OK， 胜负真的不重要，好不好 ？OK， 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跑跑大连线，请倒数。三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好球。五号、一号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好球。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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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结束！你们很厉害，很会，很犀利。经理，你们刚刚太急了，你们刚过来这边就把路往一丢就滑出去了。我们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有经验就好。旗开得胜，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包含来宾，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。每人两手各持不同颜色的色旗，参赛者需听指令升降手中的旗子，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活者之队伍胜出。哦，旗开得胜。
好了，我们心灵姐姐归队啦。你代表的是哪个队伍呢？我代表的是红队，世杰国小。是的，娇西来的。第一题，老师音乐下。白旗绿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降下来，蓝旗升起来，白旗红旗降下来，蓝旗不要升，绿旗不要降，白旗蓝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白旗升起来，蓝旗降下来，绿旗白旗升起来。二跟五是吧 ？It's you. Yes. You. You. Bye bye. And you. Yeah. And you. Bye bye. You too. Okay. Bye bye. Round one. 第二题，老师音乐来。白旗白旗。你怎么可以把我逗得那么乐？我发现我抓不到那个节奏，你知道吗？言归正传，老师不要开玩笑了，再来。哎呀，哎，白旗红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蓝旗升起来，绿旗降下来，蓝旗红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升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升起来。蓝旗白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，蓝旗不要降。谢谢。拜拜。根据可靠消息，蓝队的信农在练习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什么事？我们把现场回到信农的身上。你在练习的时候裤子掉下来啊？是吗？被东西勾到。那有很多人看到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没有人看到，早知道我不要讲了。哎呀，要小心好不好？玩游戏要小心 ，OK。福星国小只剩下一位了，我们帮福星国小加油一下好不好？福星，加油！福星，加油！福星，福星，福星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！Very good， 老师音乐开始，加油啦！红旗蓝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升。红旗蓝旗不要升，白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，绿旗蓝旗降下来，红旗降下来，白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，红旗白旗升起来，蓝旗不要降，绿旗红旗降下来，蓝旗不要升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蓝旗升起来，全部不要升，红旗蓝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升。红旗蓝旗不要升，白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，蓝旗绿旗降下来，红旗降下来，全部不要升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今天到一点五页了。全部不要升，结果你还没有放下来。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我放松了，我想说已经过关了。过关了，你要放下来啊！我后面是全部不要升。哎，是跟大家说道歉，跟大家道歉。雷台，对不起我的错，可是我是要救郭彦均，因为我觉得他累，一个膝盖有问题的主持人，膝盖痛。然后要带小孩，对，钱又赚不多，跟老婆感情又不好，哎，对，不要讲，又常常说弟弟的坏话，不要讲，你 out， 好精彩哦，史上地表最强的两位那个同学在这边了，好不好？是，两位可以笑一下吗？一二三，笑，好，OK， 好，请降旗 ，OK， 老师，来吧，嘿。蓝旗白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蓝旗红旗不要升，绿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降，蓝旗不要降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降下来，蓝旗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蓝旗红旗不要升，绿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降，蓝旗不要降，红旗不要降。绿旗蓝旗降下来，红旗白旗升起来。绿旗不要降，错了，降白旗，白旗不要降。恭喜地表最强的女同学诞生了！恭喜我们世界国小暂时获得一分。
其他同学上。好的，第二回合现在是郭彦均在场上，我要访问一下这里的一位小朋友，请问一下你们想看郭彦均怎么样？失望。好，我们达成你的愿望好不好？你们可能会失望。等一下，如果真的下台，我们就笑小声一点。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请降旗。红蓝。老师音乐，请了。红旗、蓝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。白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。蓝旗、绿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。白旗不要升，红旗升起来。蓝旗不要降。绿旗、红旗升起来，蓝旗不要升，红旗、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升起来，红旗、绿旗不要升，绿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、白旗降下来，蓝旗不要升。圈，感觉到那个心虚的笑容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？没有，你跟大家讲说，郭彦均，我等你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郭彦均，我等你。很好。好，第二题来喽。红队还有三个人，蓝队要加油咯，彦均哥哥。Okay, 好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啊，白旗绿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绿旗降下来，蓝旗升起来，白旗红旗降下来，蓝旗不要升，绿旗不要降，蓝旗白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。绿旗、白旗升起来，蓝旗降下来。Oh my god！ 你这两个都要升起来。绿旗、白旗升起来，你刚刚不小心这个忘了升。天啊！你真的差太多、啊。好，蓝队只剩一位同学李尚恩。尚恩，听说你有一个心愿是什么？跟你们吃饭。想跟我们两个吃饭？为什么？一位太帅，一位太美。哦，太帅又太美，而想请我们两个吃饭。那你想吃什么呢？火锅。火锅，哎，我喜欢哦。就是一人一锅那种的。感情有那么不好吗？好了，但是上面只剩你一个人，会不会紧张？会。同学，给你加油一下下，好不好？李尚恩，加油！李尚恩，加油！尚恩，尚恩，尚恩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好，我们四节国小帮尚恩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尚恩，加油！阿德老师的音乐来吧 ，Go！ 蓝旗、白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；绿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升；红旗降下来，蓝旗、绿旗不要升；红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蓝旗升起来，白旗、蓝旗不要降，绿旗不要降，红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谢谢。我亲自送回去。哇塞！彦均哥哥好厉害哦。尚恩也错了，搞了一下。尚恩也想要回去，亲自送回去。我先做 ending 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玩熊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